租的美福公园。来自伯克利旗下圣乔治的 Balfour Park， 中文名字呢，有人叫它美福公园。它位于伦敦西北四区的 Colindale 地铁站旁边，通黑色的北线 Northern Line， 20分钟直通国王十字，30分钟直通老金融城。这个小区呀，对租客特别有吸引力，挂出去的盘都能很快租出去。除了北线带来的交通优势呢，美福公园另一个吸引租客的原因就是这里优良的教育资源。小区附近有4家 Outstanding 优异级别的公立小学，3家优异级别的中学。开车范围内呢，还有4家重量级的私立学校，分别是阿伯戴斯阿斯克男校和女校，这两个可都是排名前10哦，大名鼎鼎的哈罗公学以及 Mill Hill 米尔希尔学校。小区旁边就是 Middlesex 密德萨斯大学，很不错的综合性大学啊，教学质量全球排名前500。小区旁边的校区呢，有20000多学生，很多呢都是在美福公园里租房。乘坐北线地铁不倒车，30分钟内可以到达多家伦敦市区的名牌大学，比如说大名鼎鼎的 UCL， 顶级的服装设计学院圣马丁，还有出过很多金融大咖的卡斯商学院 CAS Business School。 这个小区啊，以前是皇家空军基地，最早的飞行跑道就在这里，就是现在小区的位置。大概2008年呢，伯克利开始在这里开发这个小区，把小区里的空军相关的历史遗迹都按照原样搬到旁边，按比例重建。现在小区旁边呢，就是皇家空军博物馆。上次咱们讲的啊，从美福公园坐地铁不到30分钟呢，就可以到达市中心的 Leicester Square， 然后去中国城大吃一顿。不过如果你想要吃中餐的话，完全不用坐车，因为小区步行不到1英里的范围内呢，就有一个全伦敦最大的亚洲小吃城，中文名字呢叫新东方城。这个呀，整个楼都是各种亚洲小吃摊位，一共有30多家店铺。它楼下一层呢，还有一个超级气派的金龙中餐馆，能容纳400个客人，很多华人呢都在这里办婚礼。这个东方美食城旁边呢，就是2家很大的超市 ，Asda 和 Morrisons， 也是到小区不到1英里的距离。美福公园里边的绿化呀做得特别好，而且呢，几乎每个户型都带有露台。小区带24小时酒店式前台，健身房和泳池特别漂亮。对于忙碌的上班族，这些安全便利的生活设施是非常有诱惑力的。小区里边自带的商业也很齐全，包括了餐厅、超市、银行、美发和酒吧等，而且呢，开发商在招商阶段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，小区底商都很有品位，而且装修精良。美福公园的开发商呢，是英国最大的开发商伯克利旗下的圣乔治 （Saint George）， 那物业品质也秉承了伯克利一贯的高规格，交房时呢就带全套精装修，厨房配置了 Smeg 和博士品牌的厨电。卫生间呢用的是德国维宝洁具，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牌子啊 ，Villeroy & Boch， 非常贵的陶瓷品牌。那这样的高品质物业特别受在 King's Cross 和老金融城工作的高端白领的青睐，很多租户都是大企业的员工，而且呢他们的租期一般也会比较长。美福公园是大型多栖物业，现房期房都有。目前呢，7房一期是这个 Fairbanks Apartments， 1居室只要40万镑起，2居室只要54万镑起，而且还可以贷款，大概2020年第四季度交房。如果你想买现房的话，2019年7月开始交房的 Celeste Apartments 还有一些豪华规格的大3居，80万镑起。在这个地方住，如果买大一些的户型呢，我就建议来个车位，这里车位呢不贵，大概25000镑一个。这样的话，对有车一族的租客会非常有吸引力。好嘞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Balfour Park 美福公园的这个物业呢，请关注我们在微信、知乎和微博的公众号“北京房姐在伦敦”，多评论、多点赞、多问问题，咱们下回见。